你买菜了今天？今天有西红柿炒鸡蛋。看到什么好东西啦？我小时候玩的，看一下，好神奇啊，好多似曾相识的东西。全部都是哥哥啊，这些都是一些香港比较地道、比较旧的一些东西，暴露年龄系列。你今天又要去坐叮叮车了？最近跟叮叮车很有缘哦。我今天走遍香港的街景。但是你也去了很多你之前没有去的地方。对，都没去过，都是没有去过，不是没去过，就是好久没去过。突然，其实我以前住那边。